Thank you.
洛杉矶国语浸信会以及葛兰多拉分堂的家人，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还有亲爱的朋友们，愿你们平安。今天宣召的经文也是带回信息经文的一部分，是主耶稣亲自对你对我说的话。方便的话，请一同的站立来聆听神话语的诵读。马太福音第六章33-34节，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呢。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是的，当人生的优先次序都安排妥当的话，不论在任何的环境中，我们都不需要忧虑。现在就让我们怀着一颗欢喜快乐满满感恩的心，一起来用心灵与诚实敬拜神。李新明、李留梅传道夫妇要带领我们唱诗荣耀归于最高神，还有荣耀归于真神。夏昌仁弟兄风琴伴奏，之后王传义牧师会带领我们祷告。荣耀归于最高神，荣耀归神，荣耀归神，荣耀归于最高神，赞美赞美不尽，赞美真神慈爱最深，赞美真神及万人，赞美真神神大天地，赞美神父神子神灵，荣耀归于最高神，荣耀归于最高神，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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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归于最高神，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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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归于最高神。赞美主，赞美主，全地主神灵，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请来接住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应主神明，赞美主，赞美主，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我们一起恭敬的祷告。天父，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恭敬的来到你宝座前敬拜你。当我们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们心中敬畏你何等美好的创造。是的，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是伟大的神，你创造宇宙万有，你是配得一切称颂赞美的神，你统管一切，我们的生活动作气息存留都在乎你。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也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亲爱的天父，我们愿意凡事谢恩感谢赞美你，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来赞美你，
帮助我们用心灵与诚实来赞美你。求父神，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使我们常常默想你的慈爱、你的恩典、你的荣耀作为，帮助我们从内心深处发出至诚的感谢与赞美。天父，我们继续为美国这个国家祷告。我们必须承认，当病毒开始在美国大量流行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非常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的智慧有限。面对这个看不见的病毒，我们没有什么办法去面对它。如今生病的人正在快速的上升，我们恳求你，因为你是无所不能的神，我们替这片土地向你认罪，求你顾念怜悯美国，求你差遣你的儿女讲审判的信息，传讲福音，传讲悔改的信息，带领人来悔改。我们愿你的名在这个国家的每一寸的土地都被尊为圣，我们愿你的国度 降临在这个国家，掌管这个国家。我们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为美国疫情早日得到控制来祷告，为失去亲人或是目前还在医院接受医治的病人来祷告，求你怜悯医治。最近在美国各地居家开始松绑，让企业恢复复工，但是有许多的州，包括我们所处的加州，患病的人数又快速的增加当中，许多人担心害怕，求主来怜悯来保守。天父，虽然我们无法在每一个主日相聚在教会里一起来唱诗歌来敬拜你，我们如今分散在自己的家中，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定睛在主你的爱中，能够来思想耶稣基督奇妙的大爱，让主的爱来激励我们，使我们更加彼此切实的相爱，使我们能够得着丰盛的生命，并且是一个满有主爱满意生命的人。天父，求你保守我们所处的教会，在不久的将来，在疫情还是非常严重 的情况之下，面对重新开放，求主保守我们有足够的恩典。面对教会的重新开放，我们承认这是一个困难而且又复杂的一个任务，需要大量的能力与准备。求神赐给我们的教会有智慧，靠圣灵做好预备，并且有明确重新开放的步骤。更重要的是，求神赐给弟兄姐妹们一颗预备好重回教会一起聚会的心。天父，我们真是恳求能够一起回到你的教会，一起同心的来敬拜你。弟兄姐妹们能够在实体的聚会当中能够来享受在敬拜唱诗喜乐，主，我们知道那是多么的美好。天父，继续为教会的扩建祷告，求你保守扩建事工能于年底前能够完工，求你成全你自己的事工，求你使用洛杉矶国语浸信会成为你福音的出口，使教会成为附近的灯塔，照亮附近的人。天父，求你保守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恳求你圣灵的同在，愿一切荣耀尊贵权柄能力智慧都归于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也不收，也不继续在藏匿。
着泪滴声，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会生过吗？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珍爱世上人，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一切需要天父已经都知道，若心中烦恼让他为你除掉，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是全能的主，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一切需要天父已经都知道，若心中烦恼让他为你除掉，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是全能的主，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天父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一起在线上敬拜跟思想他的话。让我们先读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4到3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让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敬拜，也透过你的话来提醒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刻，我们需要向你抬头仰望，恩待我们这段短短的时候，让你自己的话来解开，给我们心是打开，因此我们愿意谦卑的
来听你要给我们所学习的功课。我们将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字求，阿们。基督徒为什么会忧虑呢？基督徒本来应该充满喜乐，有信心，有盼望，笑容满脸，很多时候隐藏在笑脸的背后可能是一层层的隐忧，甚至连牧师传道人有些时候也会陷入忧虑的当中。我们不是不知道圣经提醒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告诉神了，交托了，但是为什么还会忧心戚戚呢？忧虑是什么？从刚才念的那段经文出现了有七次忧虑这个字。忧虑是夺去人生命当中一切喜乐的那种过分的关心以及不安的恐惧感。这种恐惧躁急的情绪好像慢性的毒药，渐渐的渗透蚕食人心中的灵境，有些更是头脑里面塞满了许多模糊不清的胡思乱想，很多的假设或许，然后对周围的环境的预测，让一些不祥的预感在困惑着我们，对前面的前途担忧，甚至加上对死亡的恐慌，在我们心头上投下一片的阴影，使人苦恼不能够自拔。有人说，忧虑好像是对未来的债务预付利息。一个会做生意的人绝对不肯这样子做，为什么需要在还没有欠的债来先付利息呢？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对门徒一而再再而三的明确的教导跟提醒，不要为生命忧虑，不要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他并非叫我们对未来可以漠不关心，不做任何的思考，或是对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的一切事物可以不去计划，去努力，去劳动。然而这些事物不应该在我们的心里面造成忧虑。我们在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注意这段有三个所以。在第25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第31节说，所以不要忧虑。第34节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圣经经常提出因为跟所以。因为是原理跟实用在前面，道理在后面。所以恰好相反，是原理实现实用在后，道理在前。因此我们知道，在所以不要忧虑之前，可以找到不要忧虑的道理。我们明白这些道理就不会忧虑了。首先我们发现头一个所以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因为前面的事实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诗篇16篇第4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换一句话来说，
有许多的信徒因为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而不能专一的来侍奉神。他们一方面侍奉神，又同时侍奉马门。马门 Mammon 是希伯来文的物质产业的意思，原文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字。比如犹太的拉比有句格言，愿你对邻居的马门像对你自己的一般爱惜，也就是说，人应当关心他邻舍的财物，看他好像自己的东西一样神圣不可侵犯。马门这个字的字根是从信靠而来，马门是一个人在信托银行或者存放在保险箱里的某一种东西，就是人委托另外一个人为他保存的财富。但是后来马门变成不是所托之物，而是人所信靠之物。这个演变的结果，在拼写马门这个字的时候，那个本来是小草的 M 字变成用大草来写的 M， 我们把它当作信靠的对象。这个字的历史演变活生生的向我们显示，物质在人的生命当中夺取了它本来不该有的地位。当人把他的信任、他的信心放在物质的东西上面，物质的东西就变成他的神，而不是他的供应品。劳碌做工得工钱，吃自己的饭，并不是侍奉马门，是应该的。用正当的途径去赚取金钱，叫自己可以过舒适的生活，也不是侍奉马门。甚至去做买卖得利发了财，都不是侍奉马门。侍奉是努力顺服主人，唯命是从的意思。换句话来说，侍奉马门就是做金钱物质的努力，不是做他的主人。无论任何事物在我们心中成了主人，叫我们单看重他、侍奉他过于侍奉神，这些东西会使我们忧虑，劳苦愁烦就必增加。我们是跟随基督的门徒，不能过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的双重生活，只可以专一的侍奉神。耶稣说，所以你们专一侍奉神的人，不需要为吃为喝为身体所需的来忧虑。主用了几个十分管用的方法来帮助我们。主耶稣说，你们看看什么？不是看自己的处境、自己的力量有多少钱，或者是周围的环境。我们如果是专看这些，自然会忧虑。所以主要我们先看那天上的飞鸟，那个不种不收也不积蓄的飞鸟。一年前从新加坡回来之后，我有个习惯，就是早上会经常在我的小区里面来走路。当我在那边走路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六七点，没有其他人啊，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在树上的鸟不同的叫声，甚至可以称为歌声，都在那边歌颂神，无忧无虑的。
主不要我们只看见自己的不足够、有限跟缺乏，主要我们看那个不如那些不如我们的，而他们能够如此无忧无虑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忧虑。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也不积蓄，在我们人看来，不种不收不积蓄还能活吗？他们能活，我们这些能种能收也继续的更不需要忧虑，是不是？第二方面，主还要我们看那一位叫天上飞鸟能够活的神。我们需要看的神，在圣经里面形容，他说一分钱可以买两只麻雀，但是两分钱呢，可以买五只麻雀。你可以想象，麻雀是那么不值钱，甚至他要贴送一只免费的，神尚且养活他，何况我们呢？神造飞鸟那么可爱，美丽的羽毛，玲珑的眼睛，清脆的声音，还有能飞的翅膀，神创造了他们，不是将他们就丢在一边不理他，让他饿死。何况我们是神创造的，神哪里会放着我们不管？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提到，我们这些不好的父母尚且懂得拿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更将好的东西给我们所有这些人。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单看自己，难处就多多，还是越看越大。但如果你放眼向上看，记住我们的神是那个创造者，也是维持者，我们就可以放心，不用忧虑。跟着主要我们去想，忧虑本来是思想当中的风浪，如果我们想通了，忧虑也没有了。所以主要我们去想，而不是胡思乱想哦。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信神，乃是我们的信心太小了。究竟小到什么程度？我们只相信主为我们死而复活，流血赎罪，然后我们以后是死后上天堂。但是我们活在世上却没有信心，我们为吃为喝为穿而挂虑，跟不信的人没有两样。换句话来说，我们只有得救的信心，却没有生活的信心。记得曾经有听过一个蛮有趣的小故事，他说有个农夫，家里面种很多西瓜啊，西瓜熟了，他要抬着西瓜进城去卖，所以他拿着他的担子挑着两箩的西瓜，在烈日的当空一步一步向城走去，是很辛苦。这个时候当他走的时候，有一辆的货车，小货车经过，或者货车的司机停下来，走下来说，先生，你是不是要去城？我可以送你去城吗？哦，这个农夫说，哇，谢谢谢谢，当然可以。所以他就上了他的货车的后面，然后司机就开始发动车要走。当他一边开的时候，发觉后面为什么那么多动静，好像有东西滚来滚去，所以他立刻就停车，
走下来去后面去看，他发觉这个农夫还背着他的担子站在那边满头大汗。他就跟农夫说，先生，你为什么不放下你的担子，好好的坐在那边，让我将你送去。那个农夫说，司机先生，我太感激你了，你已经接我上你的车，我哪里好意思将我的担子也加重在你的身上。我们很多时候就好像这个农夫一样，我们上了货车，但是我们还背着自己的担子。我们忘记去想一下野地的百合花是怎么样长起来，野地的草虽然今天在，明天就可能被丢在火炉里，上帝如何的装饰它，何况我们呢？最近我们家的后院的火龙果树长花，很多的花，那花每一朵好像我的手掌那么大，很漂亮，白的，看到它、拍照赏心悦目，它好像我们很少见到的昙花一样，没想到它也是好像昙花一样，但是稍微长一点，最多24小时它就谢了。这一朵的漂亮的花，它存在只是那么短的时间，但是上帝还是给它最美的装饰。一个信心小的人，是一个看见野地的百合花与野地的草不会去想的人。我们忧虑经常是思想当中很多不必要的假如，如果早知道，我们如果按照主所讲的去想，忧虑就会一扫而空。最后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这个是最主要的一项。主不单要我们懂得看，懂得去想，更要我们懂得去寻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翰安德烈头一次要跟随主的时候，主问他们头一个问题，你们要什么？实际上就是说，你们要寻求什么？你跟我的人生要寻求什么？你跟我如果像一般不信的人，只是寻求生活所需的为人生的目的，那么忧虑就多了。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他必加给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先以天国的事为念，为首，为重，然后我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天父上帝都要加给我们。神的国就是天国，上帝的国，基督的国度。国家的形成有基本的要素，人民和主权。人民必须服从于领袖的权柄底下。天国的权柄在神的手中，天国的子民需忠于神，顺服神。四福音当中，主耶稣提到魔鬼也有他的国。自从亚当始祖堕落以来，亚当的子孙生下来就在魔鬼的国度里，天然的心地昏昧，与神的生命隔绝，做魔鬼的国民。他们任何时候接受神的话，神的救恩，在基督里重生过来，就进入了上帝的国度。
魔鬼用不着对他的百姓说，你们要求先求我的国，因为他们生下来就加入了。但是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魔鬼得他的国用不着流血，但上帝得他的国却将他的独生爱子的血当作代价不可。魔鬼得他的国用不着他的工人特别去宣传，但神的国却需要他的工人忠心的去传扬。因魔鬼专以拦阻人进入神的国为事，神的工人不单需要传扬上帝的国，还需要恳切的祈祷与魔鬼来征战。多少基督的工人因着传扬上帝的国，要将人从魔鬼的国移到神的国，经历许多的艰辛，流了多少的眼泪，甚至舍去生命。一个微小的人，只要完全属于神，愿意顺服神，肯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个人就必发现神是何等顾念我们肉体的需要。其实神就要透过肉身的需要来彰显神的义。这好像基督是最好的模范，他曾在肉身需要的时候，他饥饿的事情上不听魔鬼的话，表明他不属于魔鬼的国度。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说的一些话。然后他更说，我的食物乃是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以神的国和义为最首要，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担子一天当就够了。主耶稣以身作则，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甚至顺服神以至于死。腓立比书保罗这样说，因此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的名。今天我们信靠神，不要忧虑，不将我们的需要放在先，应认识那位掌管一切的主。我们愿意正如主教导我们的祷文去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我们才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需要看，需要想，需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也知道他会握着我的手走过任何的风暴。让我们再次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在我们的周围有疫情好像在恶化，有暴乱，有政治的动荡，但是你没有改变，你让我们不要去害怕，不要去担心，因为我们只要相信你，我们只要抬头仰望，认真的思想，顺服你，深知到你要带领我们，因你掌管明天，你要牵着我们的手带领我们走前面的每一步。因此我们要感恩，我们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这段日子，新冠病毒疫情是反反复复、上上下下的。到底居家防疫的日子什么时候才结束呢？你心里是否开始感觉到烦躁不安？你有没有开始感觉到焦虑？有没有开始为一些事情来担忧？今天的信息是耶稣亲口所说的话，你听了之后心中有怎么样的感动呢？你认识这一位掌管风浪的主耶稣吗？你认识这一位能够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5000人的主耶稣吗？你认识这一位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吗？你认识这一位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吗？如果你认识他的话，在人生的风浪里面你会不害怕，在任何的境况当中你有满满的满足。如果你认识他，在绝望在困苦中你可以拥有平安与喜乐。如果你认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耶稣，你不会为明天忧虑，因为耶稣是掌管明天的主，他必定会用他大能慈爱的手牵着你的手走每一步的道路。你愿意今天打开你的心门，接受相信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生命的主吗？你心中有忧虑有愁苦的，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需要，有任何带祷的事项，你愿意与教牧同工来分享的话，恳切的邀请你打这个电话626-692-5751，626-692-5751，我们非常愿意来聆听你的分享，也乐意的与你来分担你所面对的一切。现在就让我们同唱《我知谁掌管明天》，一面唱一面回应。经过水火之灾，
诚心的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我们的教会洛杉矶国语金星会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downtown市中心东边，开车大概15分钟，一个名为 Alhambra 阿罕布拉的城市。你知道我们教会的123吗？我们是一间教会，两个聚会的地方，还有三个国语、粤语、英语的语言堂，当然我们还有青少年以及儿童的事工，十分的高兴你与我们一起的来在线上敬拜神。欢迎大家到我们教会的网址 www.mbcla.org 来浏览更多认识我们的教会。当然疫情过了之后，诚恳的邀请你能够与你还有你的家人一起亲自的来到我们的教会，与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也成为洛杉矶国语金星会这属灵大家庭的一份子。趁着这个机会，我要感谢每一位的教牧同工以及许多的弟兄姊妹一起努力为教会重启的事情来策划拟定了有七项的关键的程序，包括教会设施清洁消毒、初步的检查、线上性能、接触最终出席预约还有崇拜的方式等等。想要知道这些关键程序的详情的话，欢迎你到 news.mbcla.org 来查阅。继续同心的来祷告，祈求神保守看顾也带领他的教会。教会临时的办公时间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六早上9点到12点，回教会的时候记得要戴口罩哦，还有只能做短暂的停留。谢谢大家的体谅以及合作，在这个非常的时期，弟兄姊妹有任何的需要，有任何代祷的事项，你都可以拨打电话626-692-5751 626-692-5751，教牧同工会尽快的与你来联络，然后给你提供援助。根据教会的会章原定今天要举行的会员大会，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的缘故，我们必须延期，开会的日期容后公布，请大家为教会的圣工切切的祷告。不晓得你有没有参加过教会的线上祷告会呢？每一个星期三晚上7点，还有星期四晚上8点，总共有100多位的弟兄姊妹同心的在线上来祷告。除了使用原来的电话号码之外，你现在可以拨打617-793-8832，接通以后就不需要再输入任何的号码，直接就可以进到祷告会里面了。虽然教会仍然无法开始这个实体的崇拜聚会等，可是除了主日崇拜之外，主日早上跟下午的主日学、周五晚上的团契，还有在不同时段举行的家庭小组都在线上举行。国语堂跟英语堂的青少年团契以及还有儿童的事工、主日学等等都是非常的热闹。儿童主日学、儿童事工他们刚完成了在线上的背经操练 Bible Drill， 7月份还有线上的 ZBS Zoom Bible School。 弟兄姊妹，除了你自己参加提醒儿女子女来参加以外，希望你也邀请朋友一起的来参加好吗？感谢主，借着弟兄姊妹爱主爱人的心，
对教会神的家那一份的支持以及关心，深信主必定要使用我们，让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这个时刻更被广传，不论是近处一远处的人都可以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现在让我们一同站立，同唱三一颂，之后凭着信心领受祝福。唱完祝福之后，我们会同唱阿门颂，一同将荣耀称赞都归给神。赞美真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圣旨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造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